D 等于 B 分之 M， 那 X 题目已告诉你的密度，体积是50，质量是52，那可以把换算成100分之104嘛，对不对？ Y 的已经是100，它的质量是113。题目问你说 X 跟 Y 谁的密度大，当然是 X 大，而且两个它的密度都是比水还要大，放在水中它会沉下去。如果你拿这两个容易来混合，最后混合的密度一定介于那个1.03到1.04之间，像这里我们就可以轻松的分。